我身上的上衣是每年都一定会热卖的版型，今年呢特别做上蓝色清爽的变形虫双层雪纺，所以呢它不会有走光透光的问题，因为它是做双层雪纺。再来呢，它其实就是这样子，非常非常舒凉的。然后呢，再来它的肩带是可以调整的，所以呢高低你可以自己去做选择。那它的长度呢，我觉得不会就是让你露到很多的肚子，你也不用担心哦。好，所以呢我自己是觉得蓝白配超好看的，而且它你看。它的变形虫是这种非常提亮我们肤色的蓝色，所以呢它完全不挑肤，不论你是想搭纱裙或者是等一下的米白色的短裤，我觉得都很适合，不会让你觉得很困扰的一件衣服。好，你今天如果是想要走这种比较曼妙女神的感觉，就换上纱裙，或者是呢我们米白色的这个等一下同款的米色短裤，如果你是买米色的，米色也可以搭蓝色，或者是你有买我们卖场非常实穿的老爷裤七分裤也是米色。你看哦，这个蓝色真心推荐，非常的好穿搭，超级简单利落，简好看。